不是我会吃鸡，只是其他会吃鸡的人都被我杀掉了。有七个新对手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这次最不可能卖吧。泽鲁斯，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刚五张八，刚刚孤王是几回合的事？刚刚那是几回合的事？看这烂的跟鬼一样。是个好主意。停手。打得很辛苦吗？其实这是现在人蛮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吧，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两件事情在同样的基准上做比较，其实还蛮憨的。一言不合就喂你喝鸡汤，比如说你把你自己一个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的憨儿跟一个四五十岁的憨儿比，然后你当然会觉得说，就是他有地方会比你优秀之类的。可你要想，你们之间差了很多岁数，差很多年呢，其实还蛮憨的。嗯啊，哎呀，你还真行！有死意吗？没有。我手拿了五个完全不一样的两星牌。平手，没有，没有平手，差一点，其实没有到那么糟啦，只是要赶快变好啊。哇，我应该不要这个。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这只的好处现在大概是，就它变成一张六星牌，我们可以把它搓成别的六星牌。就搓成熊妈妈或是卡雷，我们都可以运作。应该是输了，但是撞得非常糟。这两个其中一个，拜托。他黄金体验了吗？还没。可以耶。相信这是个正确的战术。
平手。三星拿光牙，哇，这要拿吧？这要走？开出？计划通？计划通乘以二。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拿到金色光牙之类的啦，会蛮难的。哇，这什么鬼啊？哇哦，刚好吃掉，很舒服。哇，舒服舒服。哇，直接吃饱，太爽了，太爽了。他死了吧？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他死了！哦，什么六星卡烂透了！他被光牙揍死了，基本上应该要升上去了。我们来戳光牙吗？伤很好，值得冰吗？好像值得，其实也可以换成这张哦，所以这个其实很值得冰。我在想，要不要现在直接卖这两个？好像值得。那要拿这个还是拿这个？然后拿这个哦。对啊，拿939还是要卖掉，所以大家先不冰。现在最好的鱼是那个鲸鱼人呢。看大家怎么一瞬间变成鬼，一瞬间大家都变成了鬼，只有三只啊！哇，你赚的有点烂呢。平手。这感觉会用到底了，有点憨呢。问题要买这一只吗？不要吧。哇哦！我从来没有拿过这张金卡。接下来的魔术是啊，鲸鱼人。同虚，其实搞不好应该卖掉这张。啊，我们要卖这张了。他没死。这没有很好哎、欸，好憨哦、喔！这要怎么玩呢、啊？好难哦！可能还是先这样打吧。
搞不好该卖这张欸。毒鱼其实未必会需要，因为它攻击会越来越高，没办法吃鸡的牌。我若吃鸡的话，你要做什么？你先说。好吧，好像有点难。可他也没有完全，他也没全龙哦。我现在把他杀了，他就不会吃鸡了。你们觉得这样合不合理？我觉得还蛮合理的。我们现在把他干掉，他就不会吃鸡了。我们好像把他干掉了。拜。感觉应该升级啊，然后骰吧。哇，你又来了，毒鱼，毒鱼，这些骰太烂了吧？真的要卖这张吗？十二攻起来蛮高的了。哇，他金光牙欸。把他金卡雷，我们好像打得死他、啊、对啊，我们打得死他应该。把会吃鸡的人打死，他就不会吃鸡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感觉他看起来好恐怖、可以的话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我个人认为。其实也还可以哦。可以买下来放着吗？还是直接塞？这只有一只而已，其实还是有点亏啊。这个买下来放着吧。安全装置关闭。我应该买这个给他合上去的。孤兰可以卖，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加麦田，好像完全无视这其有其他人是机械这一点。还蛮憨的，还蛮好险，我有买毒，好险聊天室有叫我买毒，不好意思，我修正我的说辞。这只跟这只真的超搭的，吃鸡喽！好啊，这是一个光牙吃鸡，这也是我很想玩的阵容之一。因为现在光牙变成五个种族加二加一，所以其实有变强了。刚好像有人说不会吃鸡，不好意思，我们把会吃鸡的人都打死了，我们好像就吃鸡了。我们光牙真的从头用到尾吧。这个阵有一个尴尬的点是只有一格可以做事的，所以其实中期我们拿到那个。展览厅三合一其实还蛮有帮助的，不是我会吃鸡，只是其他会吃鸡的人都被我杀掉了。